搓是右手的一个复合指法，它分为大搓和小搓。小搓呢，表示右手的挑和勾同时向内拨弦，一般它有三根弦的弦距或者四根弦的弦距两种。那么大搓呢，它表示右手的拖和勾在五根弦以上的弦距同时向内拨弦。同时还有反搓，反搓表示弹完搓之后向相反的方向，也就是说 P 和 T 同时向外拨弦，叫做反搓。